香港是全球顶尖大学最集中的城市之一。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5世界大学排名，香港五间大学跻身百强。在香港这1115平方公里的地，不单只拥有214间米芝莲餐厅，五栋全球百大摩天大楼，更加拥有五间世界百强大学，其中四间早前入选全球十大最国际化大学。城市大学的学生来自80几个国家，而香港大学更加同全球380间院校合作。2024史丹福全球前2%顶尖科学家榜，上榜香港学者超过1500人，在国际学术界发挥巨大影响力。以往本港大学积极向内地拓展，但近年包括深圳大学在港设立校区，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在港面向海内外招收培养研究生，都证明香港教育中心的地位持续提升。独木难成林，百川回江河，香港只要善用制度优势，推动同内地以及国际合作，定能打造国际教育枢纽地位。拥抱中西，迈向南北，团结香港，联通世界。